话题了。你们讲了两个的平台，对。然后用他讲其他的话，让我觉得说好像他的那个对那个东西好像有调查。就是他讲到，比如说大陆的那个炮兵团，让我觉得好像就是调查，可能是就是行情吧。他在这边做的时候，知道他在这边做的时候，那边做的时候，通常同事会有。哎，他之前他又说什么？他已经受过什么高层什么？他就说他比较准备，现在在给主管，现在高层什么？花花。到动物。